现在呢，全世界呢都在砸大钱，然后来救经济。那美国呢，刚刚通过了是2兆美元的救市方案。当然，这里面参议院过了之后呢，接着要经过众议院。但我们可以相信啊，以参议院来讲，它是96-0，没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之下，通过了这个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救市方案呢。你可以想象，我觉得在众议院不会有人反对，那川普当然乐见其成，急着要去签这个法案了。我觉得现在呢，全世界在救这个经济的时候呢，它有几层的考量。第一层的考量是一般人的消费能力，然后第二层的考量呢是失业劳工的救助，然后第三层的考量才是有一些重要的企业，然后必须把它给救起来，不能够让他们呢因为短期之间就明明有竞争力，但因为短期竞争的流动性而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这是三个层次。那当然企业的部分，可能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都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的做法哦，他用整个 GDP 10%的能量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必须要说，还有很多人认为他不一定能够救得起来。因为当所有人都在家里头而不能够消费的时候，它所产生的失业的问题、不敢消费的问题，不只是你不能上街，是你不敢消费，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如何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的不是一个短期的衰退而已，它可能导致的会像甚至像1929年大萧条那么样子的严重，那时间有可能要长达个将近10年。好，所以这是大家要去避免的。那么新加坡呢，最新通过的纾困方案呢，也占了他们 GDP 的11%。所以回过头来，台湾之前600亿纾困案，我很快都预测了，那绝对是不够的。不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我们还好，我们会觉得我们还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的经济结构里头呢，制造业占了很大很大的比重，服务业占的比重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就跟美国相比。所以呢，那出口产业呢，短期之内还没有看到订单的减少，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情况还不严重，因为我们并不是消费端，我们其实是后面很后端，所以等到消费端这边已经冷清了，已经萧条了，已经没有消费了，再感受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才会真正觉得很痛，非常痛。所以经济的衰退的程度可能会远超过你我的想象。那么我觉得现在呢，当然这个经济部现在呢，对于旅行业啦，然后对于观光业啦，然后对于航空业啦，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些补贴。我对于这些补贴我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呢，可不可以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要先想清楚你的战略目标，我要做什么。就像我刚刚讲那几个层次，第一，每一个人的消费券要不要发，香港发了，然后美国发了，然后你看到很多的国家跟进，因为发现说不这么做它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人们敢消费，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对于失业的劳工，你要补贴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在美国它是不会说你公司不要去犯人，然后呢你公司尽量还要付钱，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政府就直接帮失业劳工去买单。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公司你尽量不要放无薪假，然后让公司呢用各式各样的名目，然后好像我们账面的数字不是很严重，但实际上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不要干脆就不要用盖牌的方式让它显现出来之后，那么该给的失业补贴就给他，让失业不会变得那么样子的痛苦。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一些企业是非救不可，这一点其实是最痛苦的地方，可是是最需要去厘清的。我现在很担心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纾困案子啊，它比较是谁叫的比较大声，然后就去补贴谁，谁喊的比较痛，然后就去补助谁，可是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我希望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能够让每一个人降低他的损害。那如果都是你喊得比较大声我补助你，你喊然后你的可能政治影响力比较大我补助你的话，那它所造成的不公平
可能要比补贴的本身都还要来得严重。我们看到在欧洲跟美国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留学生，有非常多去欧美旅游的朋友们，好，现在急着要搭飞机回来台湾，好，然后从10,000多人到几千人，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数量。那但是对于最早因为疫情而被封城而被锁在当地回不了家的台湾同胞，请注意哦，他们并不是长期在武汉或者湖北工作，他们其实都是短程去出差旅游，然后短时间的一个旅游，结果就变成了一个长时间的滞留。对于这些人到底应该要怎么回来，我觉得对于这些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刚好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对于湖北跟武汉这些台湾同胞，我们极为严苛。当然我觉得在第一时间，因为武汉是我们第一个知道的疫区，我们是第一个知道湖北这个地方灾情非常的惨重，所以我们会对于疫区这个地方的人们会特别感受，觉得有恐惧感。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你把防疫的标准拉得非常的高，比如说要用包机的方式，而且必须要这个很加强检测啦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接受。可是当疫情已经发展到此时此刻是全世界大爆发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欧美其实它的感染率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严重更多。可是我们对于从欧美同样是疫区回来的朋友，我们的设防的标准就变得很宽松。好，就算是要宽松的标准，我们希望他回来照常居家检疫14天，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的对湖北那1,000多人如此的严苛呢？就这个双重标准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如果我们都把他们当同胞，如果我们不用政治的有色眼光去看他们的话，其实理当要一视同仁。可是今天湖北的疫情已经降到了这么低，而欧美正在大爆发的时候，我们显现的态度却是对湖北的这一批台胞继续的严苛，而对于这些从欧美回来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继续采取的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做法。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一个对比之下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居家检疫的人力的压力变得非常的大。现在还正在居家检疫的人有45,000多人，那当然因为陆陆续续嘛，居家检疫的时间其实隔离的时间是14天，所以累计起来一共是80,000多人，而现在呢你就看到说有40,000多人所有的基层人员疲于奔命。为什么？因为你都让他居家在他愿意居家隔离的地方，而并不是说像湖北啦武汉啦回来的朋友他必须要集中隔离。那集中隔离当然就不用担心有人啪啪走了，可是因为现在是居家检疫，所以你就可以让大家可以有啪啪走的空间，那造成了可能的破口，这又是一个双重标准。我其实并不是说很在乎说谁跟谁，对我来说他们都是人，而且他们都是台湾同胞。我在乎的是用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它不是只有政府官员如此做，有一些侧翼机构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带风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当疫情过去的时候，用人道跟人性去检验你们，你们会及格吗？